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我才一件一件的帮你收好，是不是想出去透透气啊？嗯，我就知道你在家待不住，谁知约了我去打麻将，你跟我一块儿去，张太太有个女儿跟你年纪差不多，正好认识认识。你在这儿也该开始交些朋友了。谁跟你说我在这里没有朋友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朋友。谁呀？苏医生啊，人家救了我一命。 我得登门去道谢呀！哎呀，我要是去的话呢，也不能空手去啊。哎，妈，你给我准备个礼物吧。前两天我跟你爸已经说好了，过几天就要宴请他。哎，你说你一个女孩随便往人家家里跑，太冒昧了吧？那有什么可冒昧的？爸爸成天早出晚归的，我要等他去宴请，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去把派具推了，跟你一块儿去。 哎，妈，哎，妈，嗯，你还是不要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好，你一个人出去，想再被绑一次是吧？哎呀，不是有传令跟我一块儿去吗？保险呢？保什么险呢？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回事？你，我换衣服了啊。 全く幕いかねえ。川沿いの村に患者が出たという話を聞くが、大事には至らなかった。洞窟に入った奴も感染が広がらなかった。そうですか。ついてないね。山へ逃げて脱走兵も病気にかかったが医者に派遣されてすぐ保護された。どうしてそれを？ ユキ君がその医者の同じ病院なんだ。病院は伝染のことを真剣に対処している。あの村では出たばかりの感染者がすぐ隔離された。この際ユキ子さんに手伝ってもらったらどうだ。とにかくユキ子は巻き込まないこと最初から決めておいた。しかし事は予想以上に難航しているんだ。 好了，你不用跟着我了，你可以回去了，把东西给我。可是师长有令，让我跟着你。师长是有令，可是你现在要听我的。回去吧。是。 今夜もう一回回って掘り直してみる。今回は持ってきますか。少しでいい。多くの人に言いふらすのが先だ。 市长、副市长到。 报告师座，副市长秦家威前来报道。 我以为你也逃跑了呢。师座，这是军需的库存表，请您过目。卑职这两天一直在忙这件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呀？难怪有的逃兵直喊不发粮饷。我也不知情况怎么回答呀。你现在都调齐了？长官公署说是国防部负责，国防部又说是军政部。 军政部又说是长官公署，我转了好几天，到底也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究竟是谁来负责。难怪弟兄们逃的是争先恐后啊！这不是特别行政区吗？部队是归长官公署管的呀。是，本来军粮和军饷都归长官公署负责，南京没有责任。可是到了台湾，因为这个地方的粮食委员会还没有成立。 粮食没有收购上来，自然就没有粮食供应了，无粮可供，所以这一个整师断粮没人管。我去长官公署。哎，师长，师长，我在这儿等了3天了，都没有见到陈长官。
你好，请问苏台英在吗？啊？请问那个苏台英她在吗？妈，一起挖朋友。啊。送给你的。我都唔知道你什么时阵有安尼一个朋友。请客人入去坐啊。来，我们进屋说吧。嗯，好。来这边请。这个就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家呀。对啊。哎，这个是你爸？不是，这我弟。那个。嗯。那时候好胖啊。小时候嘛，总是无忧无虑的。妈，大英啊，警察客人领的啊。先休息。我妈请你喝茶。哦，谢谢啊。你是在哪了？搭七台电话啊。妈，伊叫敬酒问，因老伯一个动画下，一人来人，你是电话装订酒楼啊。最近呢，我同老房家去抓丁爱时阵，伊也拄好只爱打。查甫囡仔会滚？请哪遐尼大，当然爱去房价去。妈，我叫伊哥也委托。伊若再无代志，就会紧走去。啊，别了，妈。这段话是乡乡家也别想你了。阿杰，没经过学校的允许，你不能这样做了。学校？你说哪一间学校？之前我们读的那间啊，叫做台北帝国大学，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台湾大学了。我问你，日本人有什么资格在这边继续读下去？不要这么冲动啦！啊，没关系啊，你不敢去，我自己去就好啊。哎呦，阿姐，哇！先輩，ごめんなさい。今日から。この学校はもう台北帝国大学ではありません。国民政府が本校台湾大学へと改名した。ここでは日本人に学生の在籍を認めない。台湾学生代表として君たちの学校への出入りを禁止する。俺たちは学校に呼ばれてきたんだ。しかもお前ら学生だろ、何の気にかってその答え言ったろ。俺はここの先生よりもよくしている。お前たちは日本人だからという理由でこの学校に入学できた。俺たちだって実力で入ったんだよ。お前ら一緒だな。黙れ。
学生自治会として知らせる。この場で解散だ。あっち。我说过了，学校有学校的政策，你有什么权利遣散他们？我代表学生自治会，这是我们学生自治会的决定。我是接收学校的代表，学校有学校的决议的。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从前台湾人和日本人在这个学校不但入学标准不一样，我们台湾人在这里还常常受到歧视，现在好不容易换我们自己人来接收，结果你们非但不把他们赶走，还把他们全部留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很快啊，所有的日本人就要被遣返了。这些日籍学生待在学校的时间最多也不过几个月而已啊。学校的政策如此决定，做学生的就要遵守，其他的你不用管啊。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是非不明嘛，我不能不管。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是非不分，我不能不管。你敢污蔑师长，你再说下去我叫你写悔过书。写什么悔过书啊？想不到我现在随便说几句话你就叫我写悔过书，你们真是太令人失望了。老师们都听到你说的话，你写个悔过书我就算了。自师重道是根本，你赶快写。黑白不分，是非不明，这种学校我不念了。你孙安姐，你给我回来。孙安姐，我现在算是分清楚了，这个人是你大哥，然后这个是你弟弟，这个都是你，是不是？对。那这个女孩子她是谁啊？她叫雪子，是我大哥的未婚妻。对不起啊，你看我又触动你的伤心事了。没关系。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人始终都是应该往前看的，总是想一些过去的事情，就会永远活在过去的。妈，我回来了。哎，不是说学校下课以后就要回宿舍？没有，我今天只是去看看情况怎么样。我先上去了。哦，等一下下来吃饭啦。知道了。二哥。阿姐。你好。苏可达。你认识我弟弟？他是你弟弟啊！哎呀，对啊，我怎么早没想到呢？你上次跟我说你叫苏台杰，我就应该想到才对呀，要不然我们俩说不定早就见面了呢。台杰，上次我带回来的那个书，就是这位蒋小姐送给你的。哦，了解了解。蒋小姐，谢谢你啊。不客气。妈。嗯。哦，这什么味道啊？这是什么啊？那只火腿臭得要命，你把它拿去扔掉。这。楼上那个女孩子还没走啊？还没吧。一个女孩子
在男孩子房间一待就大半天。妈，新时代的女性都有自己的主张，是妈你太保守了。你少胡说八道。你看她那条裙子穿得那么短，哼，都不怕被笑话。那个蒋小姐很活泼啊，她和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很不一样。前几天我在路上还跟她聊天嘞。你和你二哥最好离她远一点。今年台湾中北部的秧苗遭受了寒害，再加上美军的空袭又毁掉了很多良田，导致稻米的产量只有往年的三成多，粮食缺口有150万担。日本人又放弃了对各项物资的配给管制，现在粮价飞涨，已经有人开始囤积居奇，独占独立了。管理粮食的临时办法不是已经颁布了吗？效果如何呀？长官，公定粮价，形同虚设呀。现在是百废待举，粮食问题，公署已经出了公告。那么我们应该强化执行的力度，一切按照公告办事吗？市长啊，这陈长官有空了吗？我都等了一个下午了。市长，您还是请回吧。前些阵子您的副市长来过，答案想必您已经知道了。你跟陈长官说，等他的人叫蒋景星。市长，陈长官在开会，他吩咐过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他就不见您了。您还是请回吧。我就不相信陈长官能不见我。陈长官真的在开会，他不会见您的。您还是请回吧。哎，市长，市长。吉隆区驻军70师师长蒋景星报告。长官事务繁忙，但驻军已无粮可拨，请长官定夺，请长官裁示。你，当初本署向南京要求的是5000警察，2000国语教师，却派来了2个轻装师，还附加3000警备特务团，500人的宪兵营，我如何供粮给20000多人呢？可驻军是在公署长官管辖区。管辖区？什么事都要处理吗？请问师长管辖区里的逃兵处理好了吗？我刚才听报告说，师长并没有按正法令执行。上级长官弃兄弟不顾，不需要执行正法，弟兄们心里早已把自己毙了。李主任，到。发电。是。用急速电，以公署的名义发南京，复电上海。请贵部复电，暂时借用军粮，供台湾驻军，事关重大。驻军的纪律已经散乱，几近成匪，速速回电。是。抱歉，请坐。哎呀，马上校，让您久等了，真是不应该啊。
我罚一杯啊！来来来，哎，哎呀，别急别急别急啊！我们先把正经事说完，再慢慢喝。好好，来慢一点，马上敲。您请说。那个，其实是那个蒋师长啊，哎，他最近在做霉运，他的部队军纪不章，军威不振，也没有依法处置这些逃兵。哦，再加上呢，最近也发不出粮，听说跑到那个陈长官那里去要粮。两个人私交虽然不错，但是陈长官也没有答应给他。马上校，那您说这些跟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你只要雪中送炭，送点粮食给蒋景兴，我保证啊，冀州那批货可以安全过关。真的吗？嘿，不对，马二少校，蒋景兴这个人不会那么轻易的妥协。那是你没有抓住他的软肋。哦，听我的没错。来，提前干了这杯庆功酒，是一定要庆祝的。利用这些弟兄们的肚皮。聪明吧，你一点我就通。师长，这下怎么办呢？国防部还是推给了长官公署，跟南边六十二师先进粮吧。我早问过了，他们自身难保。存粮还能撑多久？最多只能顶半个月。这样，你用我个人的名义给上海军站的裴站长发个电报，他管物资，他有办法。先用军里的法币先买些粮食。是。千军万马都杀条血路出来，我还能被这几担粮食打垮了？你是这边不舒服是不是？太英，靖远医师请你去帮他的忙。有一个兵，应该是忙长人拖太久，可能已经变成腹膜炎，要开刀。可是不管我怎么跟他说，他都听不懂。不好意思。教官，どうしてここに？お前まだこんな家に住んでたのか？自分で何て言ったか覚えてるか？僕の運命です。運命はな、変えられるんだよ。しかしお前残念なやつだな。目の前に絶好の機会が転がっているのに、それを機会と感じないんだからな。わかりません。聞くとこによると、お前最近シナ政府を連れて日本人の家を没収してるそうじゃないか。はい。金平、俺が本土に帰る前にお前に俺の家に住んでもらう。そこがお前の新しい家だ。家を私に。あの高級な総長の菊池さん、冗談はやめてください。私にはそんな資格。シナ人に住んでもらうよりお前に住んでもらう方がまだマシだ。ただし、一つだけ条件がある。この箱を少しの間預かってほしい。俺は義理堅い人間だ。これは少しの気持ちだ。家が良すぎて住みにくいなら売っても構わん。立派な家だ。嫁にも困らんだろう。一生一人も寂しいもんだろう。患者说，苏医师的医术很高明。哎，
哎，不只是高明，是非常的高明。院长，是不是又病了？啊，不是不是，今天一整天呢，来了这么多的病人，都靠你跟学子在忙，真的是辛苦你们了。不会啦，老先生，医院就是幸好有台英。是啊，所以我们要赶快找一个翻译。有空的时候，你也帮医院多留意一下啊。医院真的需要一个翻译吗？啊，如果真的，我可能有个适合的人选。哦，让我到医院去当翻译呀。再怎么着也得有八抬大轿过来请我吧。你打算用什么来请我啊？你需要什么？要什么？我想想，我想想，我想想啊！我要……我也想不出来，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啊。那你是去还是不去？去。差不多两三天就可以复原了，那两三天之后到我们医院来帮忙。我明天就可以跟你去医院了。明天？嗯。但是你的脚……翻译是用嘴巴又不是用脚，跟脚有什么关系啊？也是。报告，进来。师长，上海兵站急电。法比贬值了，现在在上海连曹植都不如。兵站说，实力1600的法比军费，买一个班的粮食都不够。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了。你去吧。是。师座，进来。报告师座，军事参谋说有300袋大米入库，说是台湾老百姓劳军的。百姓捐粮怎么回事啊？你去查一下。是。师长，这有您一封信。再也别兜弯子了。我知道你们山民都是群无利不起早的家伙。匿名捐这么多大米，你是想……啊，不不，师长，算是我一点心意，一点小小的意思而已。其实，是这样的，过几天呢，我有一批白米白糖要从这个基隆上港，到时候。请师长，帮我交代一声，给我一个方便。走私。这个军粮的事我再想办法。另外，你那300袋大米明天还给你。不行，师长，您千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大家都知道那批白米是台湾民众进军、台湾民众的心意啊。哎呀。您要是不收下的话，会让人家猜疑的。这个兄弟们也会觉得可惜嘛。再说了，这个走私呢，我不敢，那是杀头的生意啊。您看我这个样，这个黄金啦、军火啦，哪轮得到我啊？我只求师长给我一个方便而已啦。师长，这个军粮。你到现在还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补给上吧？哎呀，那就伤脑筋了。这个军粮要是补给不上的话，部队的弟兄又那么多，大家总不能饿肚子嘛。
小心哦，是吧？这里是温馨来访呀，给中文。你们好，祝酒家好。苏先生好，咋？苏医生好，您早。这位是我们新来的翻译，叫蒋雯。你们好，蒋小姐好。好，千万要留意啊！哦，太医，你好。这位是？这位是我们新来的翻译，叫蒋雯。哦，欢迎欢迎。哎，没什么事，换我先走。好好，再见啊！来这边请。好，那我的办公室也在你的诊室里吗？如果没什么病人的话，我的桌子给你当办公桌用，好不好？反正我这边上班一定要办公桌，这样才能上班的样子。喂，办公室在这里。对了，学长，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翻译，叫蒋雯。蒋小姐。你好，他叫 Coco 靴子，我们叫靴子就好了。哦，你好，靴子。哎，这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个？那个？对，谢谢。哎，我的办公桌在哪儿？你的办公桌在这。没有穿进去啊，不好意思。你笑什么呀？没有了，我在笑你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那我今天不是第一天上班吗？好，那你慢慢玩。学子，以后这个办公桌我自己擦就行了，你不用帮我擦了。嗯，好。哦，可以了，不用擦了，谢谢啊。嗯。来，请。吃饭了，学子，蒋小姐，苏医师有交代我了，以后我也会准备你的便当。便当？日本话，饭盒的意思。哦。蒋雯，今天不好意思啊，只有准备两个便当，迁就一下，跟我们一起吃。肚子不是很饿，我想到这周围去转一转。我陪你去。不用了，你们俩慢慢吃。哎，你们两个人之前认识啊？他就是我给你提的朋友。那这样，欧巴桑说，有一个女孩子去过你家，就是她吗？
在部队关禁闭好，还是在山里当亡命徒好啊？部队好，虽然关禁闭苦，但心里踏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跟你士官长说的那些话。师长，我当时真急了，所以才会那么说。你急了，那才说的是实话呀，那才是真性情。你这孩子挺对我脾气的。我跟你们连长说了，把你调来当我的传令兵。怎么了？不愿意吗？愿意。胡参谋长，到，安排他明天来报到。是，谢谢师长。阿德，二哥，所有的霍乱症状，病人都有。橄榄园，病人最近完全没有接近过水源，而且身边也没有类似的病人。二哥，我想起一件事，你失踪的时候，阿杰喊我去山上找你，我们看到一个洞。等一下，队长，我跑不动了。大胖，快走了，你坐在这找得到人吗？不是了，我真的是走不动了。我先走了。阿姐，你快点过来看，里面还好多东西哦。谢谢。兄弟，这真的是金库哎。对。对啊，先出去。好，先出去。干嘛了？阿杰，你怎样啊？这些箱子都是从北部的医学实验室出来的。听说日本战败之后，有很多疫苗都不见了，说不定就在这里。啊，那这样，我们要快跟国府的长官报告啊！对啊，先找到我二哥再说了。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药，阿杰说，那都是日本人的病毒疫苗，叫我们不要碰。病毒疫苗的试管。年轻人在哪？我们是在矿山山坳那边发现的。二哥，梦到病毒严不严重啊？我会不会死啊？阿德，你放心，二哥会救你的。太英判断得很好。检验的结果证明，那些简体啊，确实有霍乱病毒。更严重的是，山上的派出所报告，说矿坑隔壁的那个村子，有一户人家，也出现了霍乱死亡的疑似病例。所以，太英啊，金元，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到山上去调查一下？院长，我想收集更多一点的资料，请你让我去。
匆匆谢了春红，碧海云天孤帆远影，抬头雁过已无声，风一个又见雪一个，叶落无语徒伤心情，孤醉一厢一两梦不成，断肠人月下独茫茫。